本台东县芝埕部落的阿修。有人知道阿修吗？挥手一下好吗？挥手。有人知道阿修吗？来，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阿修好吗？他呢，他这个名字哈、哦、非常非常特别，他的名字叫做老万哈、哦，在我们的卑南族的意思就叫做飞鼠的意思。然后听他的音乐呢，就会像是在我们的夏夜里面吹着凉凉的风，有一种非常非常轻松的感觉。然后他的创作里面呢，有很多我们没有说很了解清楚的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在里面。为了要让我们的现场朋友能够了解到他的歌呢，他就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做呈现。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的阿修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，来掌声加尖叫！哦哦哦！麦克风，你有麦克风吗？你需要椅子吗？不用，上个就好了哈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阿修来准备我们的麦克风，还有我们的麦克风架哈。好，弹吉他呢？好的，在我们今天的夜祭晚会当中呢，我们的节目相当相当精彩哈。从我们的夜祭的晚会的一开始，由我们的吉贝耍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两出的一个话剧，还有我们的偶剧的演出。另外呢，还有我们的马家部落的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。另外呢，还有我们的阿豹。另外呢，还有我们的北原三猫等等哈，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后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量级的演出团体，我们就来拭而以待哈。好的，好，另外呢，在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晚会结束之后呢，我们的大公改也会进行我们今天的年度的一个业绩的活动哈。等一下也请我们现场的朋友能够来一起参与，来参与我们的吉贝藻部落的年度的一个业绩的活动。然后另外呢，明天下午也有一个好海水业绩的活动哈，那希望大家受惠的朋友呢能够来一同来参与哈，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部落文化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我们的阿修好像是第一次到我们的我们的部落来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哈，好，明年一定还会再来，因为你会得金曲奖。听说都有这样子的传统在了哈。OK， 好，那来再让我们的阿修呢再做一下准备哈，再做一下准备，下接下来演唱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。是来自我们台东芝埕的卡达基姆部落哈，他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听过应该就会马上想要买他的专辑哈。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呢，可以到我们的各大唱片去来做购买哈，给我们阿修最大最大的支持，也希望明年业绩能够再看到我们阿修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第一次来到这里唱歌啊、非常非常高兴。那待会我会唱我自己的创作歌，那我的创作歌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谢谢。Oh,
安，阿依安，吼阿依耶安，咿呀那鲁阿依安，咿呀那鲁哦阿依安。这叫做随便纳鲁安，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跟我一起唱哦，那我也可以先教大家怎么唱。随便纳鲁安，随便纳鲁安，哦随便纳鲁安，随便纳鲁安，哦随便纳鲁安，哦海安，会不会？很简单，会不会？好，试试看。随便纳鲁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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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随便纳鲁安，哦哎呀，再说。随便纳鲁安，随便纳鲁安，哦随便纳鲁安，随便纳鲁安，哦随便纳鲁安，哦哎呀。随便纳鲁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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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。随便纳鲁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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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没有唱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啊！好，接下来这首创作歌叫做《随便纳鲁安》。我在都市中不见，因为我还是一个懵懵懵的呀。我在城市中成长，因为我曾追求自己的理想。一直唱到这里，但我的心中永远热情不忍待。请大家和我一起唱，因为我难道只要手里安住你。随便纳鲁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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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嗨呀。随便纳鲁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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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嗨呀。第一次来到吉贝耍哦，第一次来到这里哦，然后觉得哦非常非常的棒，然后我有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那个有纪录片哦，就是在记录这里的那个祖先的那个奠祭啊。首先什么？业绩，业哦，业绩对。然后等一下，好像会有业绩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一次能够来到这里哦，我一定要参加，然后一定要留下来，留在这里。所以大家也会参加吗？哦，会不会？会。参加业绩啊，走。我在都市中不见。因为我还是一个懵懵的呀，我在
城市中成长，因为我曾追求自己的理想，一直唱到这里，但我的心中不怕贷款的压力，请大家和我大声唱，因为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。随便拿着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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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拿着玩。